再来看到吉安乡的筹钱作业，国民党籍吉安乡长候选人游淑珍，紧接着另外一位候选人后面抽签，抽中了一号，期盼能够顺利连任，持续打造吉安乡成为全国幸福第一名的城乡。21日，选委会在吉安乡公所举办乡长、乡民代表、村长候选人的号次抽签，拼连任的国民党吉安乡长候选人游淑珍，紧接着另一候选人后抽签，在支持者的注目下顺利抽出一号，随即获得在场支持者的一马当先一定连任加油声。幸福城乡的第一名吉安乡，今天谢谢让淑珍拿到一号的这样的一个幸运签，我相信未来要朝向吉安的进步，未来要延展吉安更自信的建设，相信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让吉安再更好。希望我们的一号是胜利，也是顺利的开始。希望第一名的乡亲来支持第一名的吉安乡。游淑珍表示，顺利抽中一号，应该是给予他过去努力认证的第一肯定。包含社区发展工作评鉴第一、整体阅读率要升全国第一等殊荣，期许能顺利连任，持续打造吉安乡成为全国幸福第一名乡城。记者蒋邦彦吉安乡报道。